哎呦！还好我今天没怎么迟到，对吧？嗯。谢谢。你不是六七年的吗？你也可以认为我是六七年的，你也可以叫我大叔。没错过就好，那就怎么能听到直播音乐都高了？那就跟我好好聊会天。小豆，小豆在呢。播放周杰伦的歌。没问题，接下来听周董为你带来风。你这个应该放罗志祥的歌。罗志祥的歌，要不得我丢了。我昨天成功的错过了拽哥的直播，对，这才对嘛！拽哥直播你都能错过，不是一个合格的粉丝。这里面，小杜还收不到豇豆的歌，嗯。Hello， 欢迎欢迎欢迎新来的朋友。微博那照片发射看着别扭，可能我的发射没征服到你吧。我没上过大学，别问了。你们能不能别问一些读书的问题？因为。实话太难说了，因为不提也罢，不提也罢。啊，你打了多久？时间可以问一些，对对对，我可以跟你们聊一些其他，比如感情方面的问题，然后八卦。咱们也可以随便聊一下，但是你不能问我关于有